2006年4月5日，河北日报接到了一个从新疆打来的不同寻常的电话。电话那端是一位89岁的老人，名叫华玉春，他自称是平山团的战士，要寻找同团战友厉正通的家人，完成他57年前的临终嘱托。这也是这位耄耋老人生命中分量最重的一个愿望。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厉正通的家人现在在哪里？他们在平山团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平山位于太行山腹地，抗战时期，这里属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4分区，是当时晋察冀边区最活跃、最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平山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最容易是我们党在那儿开展工作的地方，它的地理环境呢，它靠着太行山，所以在平山地下党员能够占到整个河北的1/7，它不是偶然的，它确实有一批是吧平山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那儿耕耘在那儿工作的结果。厉在温，平山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河北省委秘书长、山西特委书记。当年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辗转于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平山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底，厉在温回到老家平山，参与了中共平山县委的领导工作，并组建了平山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山游击队。1937年7月，全民抗战爆发，当日军的战火向平山逼近时，国民党阎锡山守军却逐步向山西退却，平山局势陡然紧张。一个名叫红子店的小山村一夜之间被卷入历史漩涡。红子店是李永庆老人的出生地，抗战爆发时他还只是镇上一家饭店的小伙计。国民党军队向山西败退，途经红子店不久，又有一支队伍从他们相反的方向开进了这个村庄。到红子店以后，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不入民宅，露宿街头。那已经十月开始了，一个晚上有点秋凉了，但是都在街上睡觉，每个人都有一个南方那个竹子草帽，穿草鞋，衣服都比较陈旧，被窝的更差劲儿啊，装备都不行，就在街上人。这支驻扎在红子店的部队，正是来平山扩军补充兵员的八路军120师359旅战地工作服务团，带队的将领是359旅副旅长王震。就讲这个全面抗战，怎么现在不当亡国奴啊？怎么好难上战场讲话？我亲自听他讲话，他讲话是那里就是白沫还讲的非常好。很讲得很动人。开始700多人，王震不干，王震说700人，我这一个团还不够。此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协助杨尚昆工作的厉在温已从太原返回平山，即刻投入到扩军工作中。由于他在当地威望极高，扩军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你不得到处里头一说呀，这一说呀，就很快就搞起来了。你像平山的什么东黄泥、西黄泥，那多了，我说不完了，村儿多的，堵得一穷穷这个人们到去天明报名。
李在温不但动员平山全县的青年人参加八路军，还动员全家人参加抗日，几个侄子更是追随他加入了平山团，而李正通正是李在温的侄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同为战友，花玉春与李正通曾经共同见证了平山团征战沙场，浴血。要打一个大仗。刚刚整编不到一个月的平山团也投入了战斗，在王震的指挥下，平山团和兄弟部队717团一起，将1000多名日军围困在可兰县城内，断绝他们的交通补给和水源，迫使日军弃城而走。随后，在运动战中被大部歼灭。就是平山的党的建设。很巩固，而且呢，党员带头参军，所以这个战斗力就不可低估。战斗胜利这一天，聂荣臻连夜给平山团写下了一份嘉奖令，刊登在《抗敌报》头版头条。嘉奖令中说：“英勇的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是平山的子弟，生长在太行山脉上。”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由此，人民军队子弟兵的称谓迅速传遍了晋察冀。1944年冬天，在南泥湾驻防的平山团接到命令，组建南下支队挺进华南。部队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李正通意外见到了自己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妹妹李正华。兄妹俩虽然相差2岁，但同一天的生日似乎让他们比其他姐妹兄弟之间更多了几分亲近。就在我们食堂门口，他说他明天要出发，就是南征，在飞机场集合，一晚上也没好好睡，第二天起了个早，等到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也走到的太极飞机场这个边上，看着那个队伍已经集合起来了。他看出来是我，大概他请个假，他就出来到延安市里头照了个相，完了我就回学了，他就走了，我哥就走了，在延安就在延安离开了。分手后，李正通写信给妹妹说。离别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呢，我在10年的斗争中体会到，人生就像很短的一段旅程，人生的境遇、离合、生死自然扮演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当李正通再次回到延安时，已经是2年之后了。这支王者之师南下跨越8个省，征战20000多里，冲破100多道封锁线，大小战斗300多次，九死一生，终于回到延安。359旅从延安出发时是3800多人，北返之后仅剩下833人，从平山参军的老战士则剩下不足200人，有1000多名平山勇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南方的土地上。幸存下来的李正通后来用一封长信向妹妹讲述了那段非凡岁月。在这封信的最后，李正通的字体突然大了许多，他笔墨潇洒地嘱咐妹妹：“再告吧，庆祝最后的胜利，望你们努力地前进吧。”当时总感觉有这么哥哥，很觉得很高兴。
不知道他那当兵那个苦啊。现在有时候想起来那时候见面的时候没谈过这些事儿，净谈高兴的事儿。写信也是真谈他勇敢，他当然他写信也是，他有时候就他有一张照片，草头都写着，当我牺牲的时候，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跟随你们漂泊吧。艰苦岁月里，哥哥的来信有温暖的感悟，有励志的引导，有离别的牵挂，也有胜利的喜悦。然而，这样情感真挚的书信却在某一天戛然而止。2006年，山城重庆春雨缠绵，年逾八旬的厉正华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话的正是哥哥厉正通的战友花玉春。我父亲拿下电话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找到你了。你哥哥当时说他没有当孬种，他是战斗在第一线，冲锋在第一线倒下的，你要好好生活，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好好的建设新中国。简单的话语包含着厉正通作为一名战士对自己最朴素的要求，也包含着历经残酷战争后他对亲人最关切的希望。这些也许只有一起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平山团的战友才能深刻理解，为此花玉春老人才会苦苦找寻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6月12日，实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纵独立营营长的厉正通，在福梅战役攻打马家山的战斗中，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赋予了祖国。牺牲时，他还没有迎来27岁的生日。1949年6月12日，他牺牲的，差那么几天了，他没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所以有事儿感觉到。是我们这些能活下来能够的，但是有多少人烈士像他们一样为我们中华人。虽然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但他和家乡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英雄们一起，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